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这个社会学佛人很多，很多人开始学佛了，如痴如醉，哎呀，终于找到条方向了，找得非常好，开心了。后来呢，满嘴信仰功德，实际上他的心只在做表面现象，表面的修为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学佛不是把佛作为自己的枷锁，也不是限制行为和限制自己的思维和限制自己的行为，也不是使自己在学佛之后经常神秘兮兮的乱想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各种宗教都有约束的力量，但是要记住，任何宗教和佛法，他们约束人的不是利剑，不是专门拿这个利剑来刺向别人的武器，约束就是一种戒律，因为守戒可以换来智慧，所以我们才要守戒。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，无作就是没有，做就是工作的做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。无作是什么？无作就是无身。虽行无作而现受身，现就是现出来的现，受身就是受的身体。虽行无作说的是无，没有，而现受身，受身就是我们现在人的身体，五蕴假合之身。所以菩萨来到人间，虽是无身，其实有身。所以无身是什么？本自不生。就是人啊，一个思维也好，你没有生出来，你就没有必要去所谓的灭度，去灭掉它，所以叫不生不灭。所以过去讲无生涅槃，实际上就是说你已经彻底的明白它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，你还有什么烦恼呢？菩萨来到三界，一定要有受身。我们人来到人间也一定有受身，所以不可能用一个法身来度三界众生的，你一定会有受身的。所以我们人必须有个身体，虽然菩萨拥有的也是一个肉身，是一个肉胎，但是菩萨在精神层面上他已经是开悟的人，实际上已经并非是人了。所以无生就是清净无染，不会堕落。所以很多人问师父，无生到底是什么？师父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告诉你，很多人会动坏脑筋，是不是坏脑筋是生出来的，杂念生出来的？但是无生的人，你说他脑子里没有去这么想，没有去动这个坏脑筋，他是不是叫无生？他没有生出来，所以他没生出坏脑筋，他也没有必要去解释。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活在解释上，因为他生出来一个脑筋了，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解释。所以清净无染，你不会堕落。如果没有生出各种各样的杂念，你就能证得初地菩萨。记住了，师父讲的初地菩萨是精神层面的，因为你还有肉身。当你的肉身在三界当中，你还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。所以一般修菩萨行，你没有修到果位，你不能证入空性。那么讲这句话你们是听不懂的，就是说你要是读书，
你没有读到大学毕业，你不能到单位里去上班，你不算读书毕业。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比方说把自己定为教授，教授是佛，如果你把博士定为菩萨，那么你没有到达博士毕业，你就成不了菩萨，你没有达到教授的级别，你就不能成为佛。所以你今天要学佛，你必须要有果位，你今天要毕业成为一个佛，成为一个比方说教授或者 doctor， 你必须要有这个证书毕业，就是讲这个道理给你们听啊。所以你要证悟空性，就是完全明白，你才能完全不着想。你们知道人最大的错误是什么？着想，以为是真的。我问你，人家骂你是真的吗？你以为是真的。现在时间长了，你们越来越会觉得别人骂你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你看看现在的网上随便骂人，就像假的一样，明天就没了，后天就没了，很多事情来了就没了，来了就没了，快得不得了，天天在变。这就是告诉你们，你不要去着想，哎呀这件事情来了，哎呀怎么怎么办呢，我放不下呢。实际上无为而为，你今天无所谓，没有需求的去做些事情，你不为了某种目的而去作为，你就慢慢离开了着想。比方说你今天很喜欢两个孩子，你呢一共有两个孩子，但是明天呢是一个儿子正好要去野营，你很爱这个孩子，你可能着想了，着想着这个儿子我明天一定要怎么样，早点起来帮他做饭，做了好吃点，让他在外面野营啊能够吃得好一点，给他穿得好一点，让学校里的小朋友都看得起他。你这样就叫有为着想了。无为是什么呢？两个孩子都一样，给他们做饭很正常，就像没有做饭一样，妈妈应该为他们做。你这样的话呢，你的心灵就比较坦荡，你就成为无为。那么虽然是无为，但是还是有障碍存在。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我为我自己的孩子，你没有为全世界的众生想，你还是放不下。那么只有得到菩萨的果位，你才能进入空性，你才能空出四相，证得无生法忍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只有完全脱离了今天这两个孩子是我的，你只想到这两个孩子是两个生命，这两个孩子是未来的佛菩萨，你这个境界在菩萨的果位了吧，那么你就进入空性，你不会私心出来。你没有私心的话，你才能进入空思想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你证明了能空四相之后，你才能证得这个果位，你才能无生法忍。你没有生出任何的相出来，所以这叫无生无灭，你才能证得菩萨行。所以一个人要做菩萨，绝对不能为自己，绝对不能做一件事情有挂碍和执着着相。